再近不听了。走吧，离老远了，搁那说，从这都往这边走。是不是有人需要保证？麻烦你去搁那个凉亭附近。那个大爷房，他这是搁最里头了吧？那边有个厅子，还不是搁那里，说离这还老远了。走，往那边找找吧。听那个大爷房，那个凉亭老远了，搁最里头了。我记得这片也没有，因为什么嘛？上次咱们发现默默的时候，就在这边那个桥底下发现的那个小默默自己搁这流浪的。然后咱这位粉的朋友说，说是一个凉亭呢，我记得这边没有，老远了，咱赶紧走快点吧。再近不听了，走吧，离老远了，搁那说，从这都往这边走，是不是有人需要保证？他把你推搁这个凉亭附近了。这是个什么小鬼呀？你别动啊！你别动啊！我给你解开。这是个宠物犬吗？这是让整的来着吗？我看那还有人那喝的什么的。我都没看懂，这还给绑个绳，还给分那么短、啊。你学点我磕的，这整了多长时间了？俺这还有狗屎什么的，这是不要了吗？这第一扔着来的。我以为还是搁这边发现个流浪狗什么的，小流浪狗的。我先给拿上一块，拿那边去。你小家伙，你别动啊，你别动啊！你是个什么小狗啊？这是？哎！你走哪呢？谁给你扔这来的？啊？谁给你绑这来的？就是今天有一位添加我们就是微信的朋友，然后我们同意之后就给我们发了一句话，说是大桥这边说那边有个亭子，说是有一条小战火，说你们快去救，说要不然死了说不怨我，说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然后我就给他回信息嘛，回了好几条他也不理我了，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打那个微信电话他也不接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，所以说趁着这会儿刚才就是空闲的时间，我就骑了咱们那个电动三轮往这边来找了看看，然后找到这边之后找到好远，是那个桥离桥还老远呢，这边确实有个亭子，然后来到我就听这个小家伙给他叫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，而且发现的时候一开始发现的时候就脖子上就系了个绳，还挂了个石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然后这是人丢了吗？是那个朋友弃养的吗？不要了吗？我还以为是一个流浪狗嘞，搁这边让我们来救一个小流浪狗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这位朋友是什么意思，我猜测估计他应该是很了解我们，因为他也知道我们离这边不远，所以说就通过添加微信，然后就给我们发了这一句话，
他是不这个狗狗是他自己的吗？他是不想养了吗？我想不明白吧，他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来通知我们？他完全就是可以来，是吧？当面去我们那儿去小院，你就真不想养了这个狗狗，你就完全就是可以交给我们，是吧？又不是我们没说不能接受，但是不能用这种方式啊！你说把狗狗是吧，用一个绳子给拴搁这儿，然后就还挂个石头，这是担心它跑吗？是吧？而且天还那么热啊！你如果这个天是吧？我看那连水都没给狗狗放，你万一真出什么意外，这个小家伙还能活吗？你说这个天，小家伙我看靠得怪厉害，我还带水来了，但是离得老远，反正是咱扔，因为这个修路了过不来，就放在那边了。我把这个小家伙抱过去吧，抱过去到那边，赶紧给他喂点水。昨天还背了条，因为我也是来碰运气的，他光跟咱那么说。我给他发信息回信息，他还没理咱，也不确定，所以说我也吃的水我都带了这一次。吸取咱们上次默默那个经验，咱们光拿的水没拿盆，然后这次我连盆我都给带着。小家伙，先喝点水行吗？看看，你说的是这个小家伙吧？不是你那个，他脖子上而且绑了个绳，还有块石蛋，这是你扔的吗？还是怎么弄的？这信息我也给他发完了，这半点还是没回理我，就是包括我之前的那些给他发的消息，他还是一条没给我回。不行，我还是得给他打。就是叶子，他为什么不能接呢？那个电话，他就光给他们发一条信息啊，心虚不敢接吗？那是，那会儿打两三个了，还是不接，这是给我拉黑了吗？这是，是给我删除好友了？到现在我不理解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小狗，是不是就是跟咱家咱们这个人，他自己扔的，他自己养的狗。给咱们发信息啊，然后咱们也来了，也找到了，然后给他回信息，他也是不理，打电话也是不理，我真想不明白是什么，然后这还给我拉黑了，还删除了都，就是默认了吗？默认自己这是就是自己做饭了吗？不敢接我电话了，你怎么能有这样的做饭呢？是吧？你就是你找我们，你把狗狗送给我们，送到小院去，我们又不是不，是吧？不能接纳他。何必要用以这样的方式呢？你把自己小狗自己一个人扔在这边，这种做法我以后朋友们千万不要那样，是吧？我们可以就是，如果家人们真的有家里有特殊情况，是吧？养不了狗狗了，没有那个，确实是有困难，没办法养了，就可以随时就是联系我们，给我们送到小院来，咱们都能接纳的。但是千万以后不要用这种方式了。今天就是本来就是我自己来小院和我朋友一起，因为今天碰巧不巧院姐就是病倒了，真的一点都不行了，她还发高烧，然后现在还搁那边打着针呢，然后我就喊着我朋友我俩上小院那边打打卫生什么去的，然后看到微信的信息我们才知道有这档子事。你这种做法真的会让人很生气。大的小公犬，我刚才路上来看的时候是个小公犬，可能应该是个是比熊不？我也看不出来，但是我看着又有点像，年龄看个头不大，年龄估计也不大。先给带回去吧，先带农舍，先给找地方，先给隔离，因为怎么说啊，这种不知道这个小家伙健不健康，或者有可能身体有问题什么的，所以说他原主人给抛弃了，这是先给带回去吧，放笼里，然后找个咱那些狗狗接触不到的地方先给隔离，然后等回头给他测体温体表，健康了咱们才那个。
但是看起来都还挺好的，但是裂痕挺严重的，也不知道是田里上火还是怎么弄的，还是有什么问题。你看那个眼泪的裂痕，回去我也得那个，因为我给小家伙解除这块多的，走，先给他带回去了。